那想到他生前呢，仗义勇为，做一个对许昆源议长的第一，对父亲做出永远的缅怀。我们现在一起来欢迎许彩珍妞妞。大家好，我是许彩珍，谢谢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许昆源追思线上音乐会。今天对彩珍来说，象征的不只是悲痛，而是一种突破。在今天之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心理建设，将悲痛化为改革的起点。在这个缅怀父亲的日子里，用音乐的名义诠释爱的意义。音乐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因为有些话直接说显得羞涩。音乐是情感婉约表达的方式，我们用最美好的乐声回忆许昆源议长的人生点滴，透过音乐用不同的角度认识父亲。今天的曲目有许多首都是父亲生前爱唱的或者是爱听的，我相信很多他的好朋友们一定对于这些歌曲都朗朗上口。在两年前的今天，他离开的非常的突然，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时常会想起许多与父亲的回忆。其中，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爸爸在车上搂着年幼的我，告诉我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不能忘本，要懂得感恩，更要珍惜羽毛。也因为离开的突然，他有许多的想法，完成改善在地的想法还没实现，还有任内帮忙过的乡亲，他们也和彩珍表示他们相当的不舍。回想起当时的心路历程，彩珍有好一段时间都在悲伤中走不出来。父亲离开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对我来说真的太震惊了。就在当时，有许多的长辈问彩珍要不要出来参选，但我当下其实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真的太难过，太难过了。我实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想任何的事情。直到隔了几个月之后，彩珍陆续收到了许多乡亲给我的讯息，不论是拜访或者是脸书上私讯给我加油打气跟建议的朋友，我开始醒思，我可以吗？我将代表什么角色呢？我不是我的父亲，我能做到像我父亲那样的高度吗？我能够跟他一样好吗？直到遇到一位长辈，他这么跟我说，他说，当有这样的声量，代表有一群人想要寄托于你。议员就是替人民发声的公仆。你对高雄有想要改变的事情吗？大家给你的建议中，有你认为不公的事情吗？当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就应该站出来为人民付出，不一定要走你父亲的路，把他的精神延续下来，然后用你的角度去发现问题，为人民发声。这坚定了我的信念，也让我找到了我这一生下半场的使命。我的脑海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服务的精神不能断。当然还有我这个世代这个角度所看到的问题，我也想要一一的去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彩珍能够从原本的不解走到现在的理解与放下，甚至决定参选延续父亲意志的起源。
我其实跟我父亲没有很多的时间相处，毕竟出社会之后我忙于工作，而父亲则忙于服务乡亲。我跟他见面的时间远远少过于他服务乡亲的时间。在他离开的这两年里，我走访了各个邻里时，遇到了许多乡亲，看到我衣服上的名字，他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即使在菜市场人挤人的地方，他们依旧热情的招手，要我不要走，很真诚的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加油，你的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他曾经帮忙过我。彩珍非常的感动，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刻握着的手总是特别特别的温暖，还有那个感谢的眼神。明明是我应该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支持了父亲这么久的才对。我想这些感谢的话彩珍无法逐一表达，原来我的父亲他对乡亲是这么的温暖跟端厚。我很感谢当初决定参选的自己，因为我从这一路把名为父亲的拼图慢慢的慢慢的拼凑了起来。所以说这场选举是为了我的父亲，不如说是为了让我更加了解我父亲的过去。那些乡亲口中栩栩如生父亲的样子，让我一点一滴的拼凑，在我童年时他缺席的时候，我父亲为了家乡做了什么。直到送他离开的那一天，我告诉他，这么多的人来送你最后一程，你的这一生为高雄所付出的一切都值得了。最后依然要感谢今天参与父亲许坤元追思线上音乐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位朋友，感谢每一位曾经支持父亲的旧与新知，感谢为音乐会默默奉献的协办人员，更要感谢提供赞助与支持的企业和爱心人士。是你们让彩珍知道，虽然爸爸走了，还有你们陪伴着我度过这段煎熬又艰辛的日子。谢谢大家让彩珍在这一天能够好好的怀念父亲，未来再接再厉，永不放弃。是的，再接再厉，永不放弃。各位在线上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帮彩珍加油。刚刚听到彩珍一席呢，对爸爸真情流露的一个感动，我相信呢，坤元议长在天之灵一定会再继续的照顾你，照顾高雄所有的市民。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此来举办许坤元议长的追思线上音乐会，希望我们把音乐的美好传给大家，也希望把坤元议长在生前那个非常非常对高雄非常认真打拼问政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由您来继续的传下去。我们谢谢彩珍，彩珍加油，加油，高雄加油，高雄加油。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线上追思音乐会即将要开始了。我们欢迎南台湾交响乐团为我们带来许多精彩的曲目。当然，在今天的整场线上音乐会当中，我们也有许多我们许议长生前的政界好友，在我们今天的线上音乐会来现身，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许坤元议长，一起来缅怀许坤元议长对高雄的认真努力。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许坤元议长线上追思音乐会。
朱立伦，今天在这边特别为了纪念我们最敬爱的许坤炎议长，高议长是我的好朋友，伊过去对整个台湾、对高雄，会当讲贡献非常的大。所有的高雄市民拢知影，咱的高议长是重情重义，对所有的好朋友来讲，伊是上有情的。无论我成功的时阵，我失败的时阵，伊永远站在我的边，伊就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兄弟。在他生病期间，我也到家里去看他，给他鼓励，给他加油。当然，他对于台湾的政治环境，对于台湾政治的现实，有很多的失望。我们失去了许议长，这两年来，我们非常怀念他，在高雄市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他为市民努力的成果。以为高雄市民打拼，一旦说是无白无日，真的是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他今天不在了，我们在他过世的时间，我们非常怀念他。两周年的纪念，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不但怀念许议长，也祝福他的家人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叫实际上阿丸叔叔，大家都叫他阿丸，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事情的时候找议长，他就会伸出援手。阿丸叔叔年轻的时候其实是跟着民进党从事党外的运动，但是在他从政之后，他其实是不分蓝绿的，这跟现在的网军用大笔的钱在网络上留言谩骂非绿即蓝，非蓝即绿，是很不一样的。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真正不分蓝绿，只想要照顾人民的政治人物。阿文叔叔在三级的时候是最忙碌的，因为他忙着办义诊、办捐血、办赈灾，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他生前的公正正直一定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心中。在他过世的时候，新学乡的入口树立了一个很大的看板，当时候在网络上还被网军骂说当地的民众太矫情，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新学乡合法之前，当地的摊商是因为议长跟市政府的沟通才可以让他们在那边合法经营，所以摊商对于阿文叔叔是真的有情感的。我们希望这样子公正的政治人物在台湾可以越来越多，而不是非绿即蓝、非蓝即绿骂来骂去的网络文字。非常关心高雄的发展，特别是呢，他也非常的照顾我们新人。我记得我刚当议员的时候，许议长就常常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的发言，所以也给了我很多的一个表达发言的机会。特别是他在担任高雄市党部高雄市议会的国民党团的总召的时候，他还特别邀请我担任他的书记长，然后要我呢就是放手去做，只要对市政有帮助或是如何能够有效的监督市政府，他都要求我能够尽量的多开记者会来帮市民发声。所以我对许议长我就是尊敬敬佩两个字，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度量的人，他不分政党，只要任何人提出来的意见是对于市政有帮助的，他都会非常的乐于接受，也会给对方发言的时间。那我们很遗憾，就是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再跟许议长共同的共事，但是我想许议长的精神与我们大家都同在，我们一定会让高雄市越来越好，我们也会努力的监督市政，努力的为民发声。所以当我听到彩珍，也就是我们许议长的女儿，她愿意出来参选这次的市议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一起为她加油，因为她的身上应该有着我们许议长的重义气，关心高雄市政，大家应该要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进入到议会，持续的为民来发声。私の墓の前で泣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に私はいません、眠ってなかいません。千の風今天是许昆源议长42周年呢，我们追思他的日子。那想到他生前呢仗义勇为，做一个非常好的议员跟做一个非常好的议长，
大家很难过很惋惜，哦，在这里追思他。但是呢，我们不仅是追思他了，哦，我们要学习他刚正不阿，哦，勇于为民喉舌这样的勇气跟这样的执着，哦，这样追思他才有意义，哦。那他最让人感念的就是他对朋友的热心，哦，对选民的这个热心的服务，哦。那他一辈子，哦，从小我们知道他生活从小就非常的清苦，哦，那一路这样，靠着哥哥，哦，靠着朋友，然后能够有非常大的成就。然后他有成就以后他也不忘，哦，去怀着当时一样感恩的心去帮助别人，哦，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很多人呢，啊，这个成功以后就忘掉他是怎么成功的，就忘掉当时人家是怎么帮助他的，哦。那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高雄发生不幸的气爆的时候呢，他在议会，啊，飙骂当时的市长陈菊90秒，哦，展现一个民意代表，展现一个议员，展现一个议长为所当为，哦，言所当言的这样的气概，哦，跟这样的勇气，哦，不畏权势，哦，该讲就讲，哦，也不怕得罪人，哦。那但是责人已远，哦，我们今天追思他怀念他，我再讲一次，就必须要学习他的精神，哦，那勇于助人，哦，然后呢见义勇为。当然，这个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女儿，彩珍，现在呢愿意，继承他的遗志，为民服务。那大家要全力来支持彩珍，让他在今年的选举能够高票当选，能够呢效法他的父亲，效法昆源议长，能够学习昆源议长，特别呢是能够呢见义勇为，以这个为所当为，言所当言，发挥这样的精神来为民服务，为高雄市民造福。我和许昆源议长相识已久，对于许议长的豪爽热心印象深刻。许议长在议会服务期间，对所有的后备议员可以说不分党派都非常的照顾，是议会大家公认的大家长。另外，他对于选民的服务热心，尤其对于每一个市民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更是感佩。今天希望借由音乐会，让怀念许议长的大家能够再一次的追思许议长的点点滴滴。人生有时，音乐与思念无限。盼望在世的所有的许议长的兄弟姐妹以及好朋友，都能够把许议长放在心里，跟许议长一起努力。谢谢大家。
儿游呀啊游呀游在清水塘，美丽的山茶花哟开呀开在高山上啊，白衣的姑娘鸳呀哎呀鸳呀鸳家汉家郎。身段俏模样啊，温柔的时候呀像呀像月亮哟，热情的时候呀像呀嘛像。我是立法委员林岱华，咱家己高雄的祖囝岱华，而且已经一冬了，咱的柯议长给咱很大的怀念，而且我也亲身表达对柯议长的感谢。在岱华选区，在高雄市林务区有一间佛寺，叫做通法寺，通达的通，佛法的法，通法寺，已经有61年了，合法的寺庙，合法的家己的土地，但是伊有一个错误的都市计划，在民国60年就甲毁了啊。所以呢，阿公要到咱即马这个时代来执行民国60年的都市计划，就爱甲几间寺庙拆落去一半去。所以当咱的柯议长接到通法寺知影这件代志时阵，出积极，那出主动来主持这个会议，好这个错误的都市计划来做一个完全的调整。那因为伊这个仗义直言，所以吼，通化市今嘛61年啊，未来一定迈向百年古刹。这东西因为咱柯议长伊特别对绿色、对不公不义的代志，诶，迄种的慈悲心，甲迄个行动力，带华伫遮作为政治上的晚辈，深深的感谢咱的柯议长。雨在风中，风在雨里，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雨下不停风，风吹不断雨，雨尽风停是高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辈。试想想当时的原高雄市的金华区、前进、新兴、林雅，当时还没有合并为一个议员区的时候，在前进新兴区那时候席次选的非常的少，当时的许昆源议长就以非常年纪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就得到民意的肯定，选上了议员。那后来在前进新兴、林雅合并之后，那不管后来的席次是9席降到8席，甚至是县市合并之后，到现在剩下6席乃至5席，我想许昆源议长一直都在议坛上面有一席之地。而他有一席之地，在我来看，他其实并不是因为政党政治的关系。在过去政党政治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年代里面，其实就是那一股古道热肠，
就是那一股急功好义，他愿意为了他的家园，为了他的好朋友，为了他的乡亲鞠躬尽瘁，全力以赴。那所以呢，没关系，厝边隔壁，还是讲咱所有的这些弟兄们，或者是甚至是陌生人，但是他需要被帮助，就像许坤元议长跟他的团队，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最需要的帮忙，而且毫无任何的悬念。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累积了相当深厚的民意支持度。所以不管他在无党籍的时候支持过无数的人，包括过去的陈菊前市长，还是他在担任国民党的这个议长的期间去支持韩国瑜市长等等，我想在他心目中就只有一把尺，就他认为对的事情他都会全力的去做。那当然他的逝世对我们来讲相当的不舍，那也认为是一个时代的陨落，但是我相信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我们县市合并之后，在38个行政区，甚至在议员区里面有11个区，不管在哪里，他的那样的精神其实都烙印在我们的议坛上面。那特别在我是自己这个区，从过去担任议员，也担任过徐议长过去的同事，那也担任过现在的立法委员，那我一直都非常的感念他。因为呢，不管在过去他是我的前辈也好，后来身处不同的政党也罢，其实徐议长给我非常多的提点，那也给了我很多的空间，让我可以在从20几岁担任议员，乃至到现在已经在50岁这样的一个阶段担任资深的立委，我们都在他有很多的风范当中得到了很多的学习。所以借着今天的追思会，我跟徐议长说声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整个政治留下了许多我们的年轻一辈可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模范，也特别除了不舍之外，也希望你的精神可以有更多的人来进行传承，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更多的后生晚辈，更多的议坛上面的新秀可以继承这样的一个衣钵，让这样子的一种对于兄弟姐妹相挺，对于我们的乡亲支持的这样子的一种气魄，这样子的一种古道热肠，这样的一个急功好义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借着今天的活动，我们除了缅怀之外，有更多的期许，那希望我们可以为了我们心爱的家园高雄，为了前进新兴宁雅，我们的选区一起努力，继续加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国瑜。今天是徐议长的追思会，徐坤元议长已经离开我们2年了，他的家人彩珍，还有小朋友，还有议长夫人，希望我能够讲两句话。我跟徐坤元议长的认识，相知相惜，共同并肩走入高雄市的政坛。在这一段时间，徐议长给我留下非常多深刻的印象。我对徐坤元议长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一心一意爱着高雄，所有的心思所想以及的热情都是为了高雄。徐坤元议长对高雄的热爱是我在高雄市看到所有政治人物里面可以说是最顶尖最令人感动。第二个我对徐坤元议长的印象是他对人的真诚跟热情，所以跟徐坤元议长交往过的好朋友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想，他对人永远
是热情诚挚。很多事情答应了你，即使再困难，他也会一心一意的努力把它完成。如果没有办法答应，他绝对不会虎头蛇尾，一定当面告知你不行的原因跟理由。所以这样一个真诚的朋友，也是许坤院议长相知满天下，大家都喜欢他。第三个许坤院议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对议长夫人还有孩子的关爱。时常从许议长的眼神、言语以及身体的言语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议长对夫人以及小朋友的真诚的关爱，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在许议长的追思会上，我想很多好朋友心里面一定非常的难过，许议长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离开我们。但是他对高雄市的热爱，对他的家人以及朋友的关切，却会永远在我们的心头不会离去。在许坤院议长的追思会上，我想再一次的说出来，许议长，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一切放下，你的接棒人彩珍也愿意披挂上阵参与高雄市议员的选举，可以说是后继有人。彩珍也一定会继承你的衣钵跟你的理念，继续对高雄市付出他的爱与关切。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这个追思会上，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希望许议长能够安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继续热心的关注许议长的家人，让我们跟他的家人、他的夫人、他的小朋友们能够继续保持热情的联络。我们通通都是真正的许议长的家人的一份子，祝福许议长，也祝福议长的夫人、家人，以及祝福议长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切平安。
心跟随我拥抱这份缘的深切，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哪里需不需要有人陪？你收不收得到我的思念？秀美对离别，不免多再催，陪在你身边，我什么都不缺。你那里有没有人能聊天？我想要爱你疼你像从前。秀美对离别，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牵你的手交错着岁月，无数离合悲欢，爱让我看透，考验后才能拥有幸福的梦。有没有在你的梦里面，我心里空虚看不看得见？秀美对秀美不敢暗暗天里空位，就像过去